我不是一个可以定得下来的人了，是你自己说要让我当一个自由的风筝，是感觉上你接住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。其实不用十指紧扣，只要这样握着就好。你们跟老爸同款啊，一世人在外口流浪，这个老七老八了。我爸就到七老八了，你免烦恼。